的精美包装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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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公把它搬下去哦。哇塞！搬去哪里？什么？精美包装。叫我放楼下就好了。What？ 又有哪一个你给你？哇塞，3000块！哇，这么大，你确定可以？你确定装得下？你会不会太大了？哇！你先比一下，这是方向是怎么样？大致比一下，搞不好不行，太大了，你又怎么装？应该是这样。刚刚好啊，可以啊，真是好笑！哇塞，这什么鬼？都不会中到这个。哎，好问题。那个什么鬼？你先把风扇拿开啊！你那个风扇在那边定的，在干嘛？哇塞！好像不会。那刚好。躲开！我怎么？因为我现在不知道那个，要那个坐上去了才知道怎么。但不会啊！你的镜头盖还连的，用连的哦。它断掉了。哇！它中断了。哇塞！啊，这砖这超重，这砖头。哇塞 ！CPU 的压坏。好，换座。你家是第一品牌，不买它，它就靠你活了。它靠全世界活，这是澳洲公司哎。哇，它不会今年就卖你一个吧？这里有20 AMD。我
是这个。那我风扇是要先装上去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装两个风扇。对呀，我看看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是要装去哪里？好不姿势，好不姿势。用旧的。用旧的做。两个是一样吗？看起来是一样的。这样吗？可以去走。那个座是你加上去的、啊，是你吗？啊，我只是放上去啊。然后呢？有 thumb screw。拇指？那这个拇指干嘛？这个又是干嘛的？啊，这个又是干嘛的？不对。太多东西了，那、啊、这里就是，哇，太大根了，如果是这个呢？装错了，那这样，这个方向，哇，太暗了，哎呦，这个方向，现在这个可以共用吗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旧的那个？应该也没差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可能可以试试看。